这有什么可想的？我就是天下第一，我比你出场早。我这个角色很关键呢。我呀，可是正规军，分分钟就能演。我比你出场早。要不这样，这样听我的啊，咱们就按身高来算。谁对？我场次足，但是我给你们，怎么几位？来，这么认真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走走走走走走，石头剪刀布。 哎呦喂！石头剪刀布，众望所归，身高也是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不从海外归来的话，这个故事还有的讲吗？我是荣天剑派的师娘，按辈分算，你们都还比不上吧？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，真有意思。按第一位牌，我是格格，你们能排在我前面吗？来吧，剪刀、石头、布。